那我们今天这样洗剪的话是七百。可以先跟你借钱吗？嗯。借，那你要借多少？我借一千可以吗？我待会再过来，再过来还给你。我住附近而已。那我先给你，你先付钱，然后你找我三百块。哦。对。拿我的钱，然后先给你。然后先帮你付，对，我先付钱，然后你待会再付完，对不对？对 ，OK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Hello， 我来还你钱了。好，那、你那个洗发的费用，你从哪边扣吗？我刚才不是已经付过，我刚跟你借钱，然后已经付钱了。那我先给你，我先付钱，然后你找我三百块。哦，那什么意思？我刚才已经跟你借了、欸，哎，所以这个是还你的，对，因为我刚跟你借钱。所以就还你，所以这个是我的钱。哦，对对，应该是这样子。哦 ，OK， 这样子吗？应该是这样子吧。哦，好，那没事。OK。